2月17号，陈旭东经纪人在网上晒出了一段无底洞洞水下憋气2分半的视频，并配文调侃：“陈旭东同学能下水轻松憋气2分半了，只是中间太长时间不动，就这么飘在水面，有点吓人，吓得我赶紧让他动一动，给我个回应。”视频中，陈旭东头戴泳镜，深吸一口气扎进水中，水面上仅露出后脑勺发烧，随后画面仿佛静止了一般。2分半后，陈旭东终于出水，露出锻炼得当的臂肌和胸肌，这个吸一秒闪过。对于经纪人的这番调侃，东东也是调皮回复：“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录了2分30秒，想拍的还不是最后一秒？”对于此番露肉，迷妹们纷纷表示没看够，看得我要窒息，厉害了我的哥，我的天哪，您上辈子一定是条美男鱼。我搞了新闻，下次别表演憋气了，毕竟还是出水那一刻最撩人了。报道。